喜欢胖子还是瘦子？瘦子。你喜欢瘦的？我喜欢瘦的。谁喜欢瘦的？超级腿控。我高中的时候都看男生脚踝。真的假的？怎么看？就是男生不是会改裤吗？然后露出那个脚踝。然后上楼梯的时候，我会在人家后面看那脚。你敢戴吗？这是可以的吗？我目前在担任那个台北战神啦啦队的总监，所以我决定就是带我女儿来上个节目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欢迎你的女儿，叫做彭柔，欢迎彭彭柔柔，我们的淘气女神。哎，为什么叫彭彭柔柔啊？我原本是就是我之前都在做外拍，然后外拍的时候大部分甩都叫柔柔，就是太多柔柔了，太多柔柔，对，酷炫女友叫柔柔，而且他那时候也是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时候所以会被搞混。对，有蛮多摄影师改叫我彭彭，然后所以后来就蛮多的彭柔。哦，所以你就四个名字。对。哎，那你们对十一个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如果有看抖音的话，应该会蛮常看到他。抖音金网。金网是什么？就是经营之网。对。你应该这样缩写吗？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对，所以你是从抖音开始起来的。对。对，就是有一段时间都蛮常在拍。所以你不是从外拍开始的，我以为是从外拍。外拍那时候就累积一点粉丝，可是因为我觉得外拍的粉丝粘度都很低。哦，对，我来念一下那个彭彭柔柔的维基百科。其实你没有维基百科，也太新了。那你怎么？那你现在要念什么？我现在就是念大约我知道的。哦 ，OK。台北医学大学。所以你原本是个医生吗？还是护士？算护士类。护士类。那后来怎么会想说要跳啦啦队？被我挖掘的，不是因为我很喜欢跳跳啊、哦，你本来就喜欢跳舞，对，然后就刚好我找到他。好，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维基百科，就是让大家创立一下你的维基百科？哦，对啊，大家可以帮忙创立一下我女儿的维基百科。对，目前还没。生日是什么时候？86年1月8号。1月8号，摩羯座，闷骚型，就是闷骚型超级。但其实他工作跟态，就是学习的态度上非常认真，就很摩羯座。他身高体重156公分，43。瘦哎，三围，哎呦，你懂问嘞，拜托，32斤，哟，啊，那你酒量好吗？不好，可是喝完酒以后是另外一个，就是会比较嗨一点，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可能要跟别人讲话之前，我都在心里面想说这句话可以讲，可是喝完酒我都想讲什么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哎，那我想问你，之前跳富邦跳多久啊？4年，所以你算是我的后辈。对啊，我是你后辈啊。我一直觉得你，我是前辈。对。我24岁才加入啦，对，因为我一开始以前都不觉得我适合跳啦啦队，我觉得我不算是那种宅男会爱的女生，但是你喜欢跳，所以你就对我喜欢表演跟跳，所以我就去找去。就是后来离队之后，中间我还有带那个桃园的篮球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啊，那时候你们也有跳，对对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跳，他们后来找我去组建一支篮球队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当领导哎。好像从小就是你严肃的时候也可以严肃，可是你开玩笑的时候也可以。哎，我上次有一次你来桃园球场，你有在吗？我在啊，我就当领导的时候，我们很凶很凶哎。那你们谁最想知道？不是我，你知道不是你，我在想。急了。哎，我们现在还真的没有人迟到，因为还是大家都乖乖的这样子。没有，因为我很严格。哎，你真的很严格。我真的很严格，我才不敢不许你来对。因为如果你不严格，就等于你没有标准。那大家就这样随意糊弄。你有这样吗？有。哈哈哈哈哈！多会来，我们直接被压死哎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多会太强了。那有影响你什么？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你多会来，我可以送他蹦迪跟内裤，然后。哎，你要不要给一些就是后面要参加啦啦队的后辈对建议建言？如果要加入啦啦队的女孩们，第一个是要精进自己的内在跟外在，那再来是我觉得你要说的内容也很重要。你要的内容，说话不是说哦我很开心加入啦啦队，也很多话，对很多，反正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女生到底有没有认真去做功课，这个很重要。
然后再来是，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媒体现在就是很兴盛，这个东西经营是很重要的，你要先好好的经营自己，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性。而且现在拉拉队越来越多人，对，所以你要怎么让人家知道你是拉拉队，又是可以被记得的拉拉队，这很重要。这个真的是要花一个功夫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粉丝问你的问题好了。我应该很少人问吧？我觉得很少的原因是因为妮妮是妈妈了，没有人想要问了。还是有亲子的嘛？跟你讲，你真的是少到超好笑。怎样？超好笑是怎样？四个也很多啊。有人问怎么突然结婚了？就怀孕啦、啊，就怀孕了。对啊，怀孕就结婚啦、啊。老公的优点是什么？老公的优点？老公的优点就是怎么会突然闪婚？就是第一个很幽默，嗯，原住民，然后我觉得他很孝顺，嗯，很有责任感。有人问说，喜欢胖子还是瘦子？瘦子。你喜欢瘦的？我喜欢瘦的。谁喜欢瘦的？超级腿痛。我高中的时候都看男生脚踝。真的假的？怎么看？就是男生不是会改裤吗？然后露出那个脚踝。然后上楼梯的时候，我会在人家后面看那个脚踝。所以你喜欢的就是腿细的。对。那你理想型是怎样？高瘦。高瘦。高富帅。可以跟你举。哦。我喜欢单眼皮。许光汉呢？许光汉的单眼皮啊。对。还是张立东。那你敏感带的吗？这是可以的吗？耳朵啊，真的是耳朵。我是那种别人有时候高肩搭配，然后扫到耳朵都起鸡皮疙瘩。真的？有说过裸照吗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没有？我没有说过哎，我有说过了。然后很多外国人对啊，对，我有说过，而且还就是他先问你想要看我的鸡鸡吗？然后我们都还没回，就直接传一张，他直接传，强迫式。我跟你讲，这次他可能会收到很多。不要传这种照给我女儿。那你感觉会喝我不喝酒啊。啊，真的？我也不喝酒。你看起来稍微喝。对，真的。我之前去考那个主持人系，然后我就自我介绍完了之后，那个老师说：“笑话，你看你抽烟抽很久。”你烟酒嗓。我跟你讲，我从小就有烟酒嗓，但是我真的不烟不酒。你最厉害的地理在哪张？怎么跳跳地？没有那么丛林。我没有那么。游览车上。没有。飞机的那个厕所，床上或者就一定要在室内。好，这个游戏呢叫做看谁最会吹，然后一个人呢可以吹三次，然后看谁吹下来的牌最多就获胜。啊，输的那个人好惨，这么想吹，你感觉会这么想吹哦？还有开心 Wonders， 对，开心。那我们在底下留言什么？
我爱开心 Wonders 就可以抽出爱你的礼物，然后彤彤的礼物跟我的礼物，耶、yeah! ！那感谢这两位，就是今天前来温泉带。最后呢、嗯，有一个请求，就是有人问说，可以请彭柔跳一段经典的尴尬舞。尴尬舞？什么叫尴尬舞？指我的脸吗？对，应该是指他的脸。随便放一个音乐，他跳他就很尴尬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对着镜头。噔噔噔。准备开始，看这里镜头，镜头在那里，快点给我拍打，你 solo， 快点。啊，动作没动作。耶，二三四，耶、yeah, 耶。